啊，三长乐大铁斗牛，我们龙一传融资销售有限公司168，迎战了洪流战队的21。龙一传有限公司在沙辉路，是一个专门从事于销售农药融资的企业。小牛组六头三足的对阵，我文字发在上面了，你们可以看。168号打得非常稳，爆发力非常强，曾经参加过贾良的斗牛大赛。168号呢，曾经参加四中白马山的斗牛大赛，获得第二，获得了很多的名次。168号毕竟是去贵州上过大学啊，他的功夫确实是非常好。抠台啊，这一下非常有自己的技术。哎呀，这个什么情况呢？怎么多了时间？上不是占上风的啊，突然就出车就撤了，53秒的时间。你这也扛得过来扛个53秒。循环赛第一组拉脚，循环赛剩一头，那也接下来的话就是剩下三头，基本可以。黄金军是。好，小心，我们工作人员小心。这样，刚刚断了几根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其他人做陪护。少华、毕正明在拉牛。好，我们还有请另一个沈沟小伙子。因为三位，我们主席台这边还有表演的顾李江，还有